点禅语。侠客文章一点，人之所以痛苦，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二点，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，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。因为你自己的内心，你放不下。三点，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。四点，你永远要宽恕众生，不论他有多坏，甚至他伤害过你，你一定要放下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五点，当你快乐时，你要想，这快乐不是永恒的。当你痛苦时，你要想，这痛苦也不是永恒。六点，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的后悔。七点，你可以拥有爱，但不要执着，因为分离是必然的。八点，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。九点，你执魔时候放下，执魔时候就没有烦恼。十点，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。十一点，狂妄的人有救，自卑的人没有救。认识自己，降服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才能改变别人。十二点，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，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。不满人家是苦了你自己。十三点，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，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。十四点，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，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。十五点，毁灭人只要一句话，培植一个人却要千句话，请你多口下留情。十六点，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骂你的人是谁。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，难道你也要它下去反咬它一口吗？十七点，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。十八点，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，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，别人就容易接受。十九点，同样的瓶子，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？同样的心理，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？二十点，得不到的东西，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，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，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。当有一天你深入了解后，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二十一点，活着一天就是有福气，就该珍惜。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。二十二点，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，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，你懂吗？二十三点，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。二十四点，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，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，乃至于珍惜生命。不了解生命的人，生命对他来说是一种惩罚。二十五点，情执是苦恼的原因，放下情执，你才能得到自在。二十六点，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，这样子比较少后悔。
27点，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，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。28点，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是可耻的。29点，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，那是一种无形的布施。30点，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。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，通常都会有错误的。31点，要了解一个人，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，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。32点，人生的真理只是藏在平淡无味之中。33点，不洗澡的人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。名声与尊贵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。有德自然香，原谅别人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，以便回旋。34点，时间总会过去的，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。